我跟你讲过啊，这件代志不是我会当做主的，你这你就是存心要看阮大官落座的。就算讲尤总裁，伊拒绝和解，我嘛会找到对阮杨有利的证据。超越巴肚在疼的时阵，江中林非常的紧张，一直问讲超越巴肚内底的囡仔敢有保着的。除非江中林本来就知影转生术，伊才会将你要紧超越巴肚内底的囡仔。头拄啊，我伫律师楼的时阵哦，竟然发现着恁爸吼，都要交予寰宇集团的股份80%予伊呢。我要将我手头所有股份拢要予你，因为生气，因为怨妒，你要把股份送予一个外人。江道成的亲生查某孙，煞变外人。你要股份金，好啦，我已经予伊啦。晚来从人，像你要疼惜江超越，我竟然拢无注意到。Happy birthday to you！ 强哥哪会来家？刚刚已经有人替伊过生日了。但我用林子彤的身份得到世界集团了，再把林子彤手头所有的股份拢转到我白莹莹的手内底。你卖阁偷情勒索啊！我有为着你，出卖我的良心几落界啊！我对你遐尔好诶，你算为着别人，你对我恩将仇报，你敢忍气？吓死你未了！